品东康尼主线迎来大结局，完结撒花的同时还有不少新球拿。首先崩贴老传统十连少不了，两个大活动中美好子美梦往事和银河棒球侠传说的2200新球还不够，再给一张满金铜鞋光锥，为了明日旅途加加位，崩贴立本活动限时回归，轻松拿下500新球，角色试用也得打，80新球再少也是肉。还有主线任务和三张新地图的2500新球，你的肝还好吗？肝不动了没关系，日常也有新球拿，委托拉满拿到2520新球，六周的魔力宇宙也能拿到1350星球，还开水池里的混沌和虚构更新三次。考虑到难度升高，每期只拿600星球，且算1800星球。六月更新的鱼镜商店也能轻松拿下五张专票。当然还有少不了的2.3版本前瞻的300星球和版本更新的600星球。那么2.2版本零氪党可得11850星球和15张专票，小月卡党可得15630星球和15张专票，大月卡党可得16310星球和19张专票。你是准备抽2.2的角色，还是等2.3的流萤和翡翠呢？